第二则我们看到是呢，被侄女骗走85万，叔叔说阿嬷的棺材本呢他也骗。第三则我们看到的新闻是这个魏寿星弟出头，这个兄被打还惹官司。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来欢迎新民进城武瑞敏。Hi Ken， 大家下午好。Hi,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哦，刚刚在忙一个东西，忘了时间。哇，你今天容光焕发的感觉哈。是吗？因可能因为明天休息，所以今天特别精神呢。今天特别开心，是不是？哇，要下班了那种感觉。Hello， 所有在线上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来，我们先等一下大家上线哈。Hello， everybody， 你们好。OK， 那个，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三则新闻，其实感觉上都挺重的。不过我们先从，不然就从那个侄女骗走棺材本的那个，因为我这样从照片当中隐约看到。那个人不就是瑞明吗？OK， 来，侄女呢骗叔叔85万，阿嬷棺材本他也骗。这个叔叔说呢，忘恩负义，怒斩亲情。对，其实这个是我们昨天报道的一起法庭案件啊。然后曝光了之后呢，我们也找到了事件中被骗的这个叔叔。他也讲述了一些前因后果啦。那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背景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侄女啦，才33岁。她一开始呢就找到跟自己蛮亲近的这位叔叔，就告诉他说，哦，我刚刚到一间酒店去上班，公司准备派我去外国工作，可是那笔旅费啊，其他的一些费用呢，暂时得先由自己垫付。可能日后再跟公司去报销之类的吧。然后他就想跟叔叔借个3000块。那是从那一次开始，叔叔就替他高兴吧，就说，哇，你终于找到一份稳定的好工作，那我就支持你吧。好，就借给了他3000块。谁知呢，这个只是噩梦的开始吧。借出了这个3000块之后啊，这个侄女就不断的以各种理由跟叔叔借钱，其中包括呢谎称自己的同事有惹上官非，惹上官司，然后呢她在过程当中又需要律师费啦，还有一些公司的那个培训进修费等等等等各种的那个名目啦。前前后后啊，只是短短的一年多之内，就从叔叔那边拿走了多达85万元，超多的一笔这个金钱呐、啊。那所以呢，我们找到了这个被骗的叔叔的之后，他就有详细的跟我们说了一些内情了。他说，原来哦，他自己本身啊，并非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了。这笔钱除了是他跟妻子的一些多年来工作的存款之外呢，其实他当初是为了帮这个侄女啊，甚至得向家里的亲人，包括他叔叔自己的妈妈，也就是这个被告侄女的阿嬷去借钱。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兄弟啦，妹妹啦，还有甚至是老婆那边娘家的人，这样凑凑合合才凑够了好一笔钱来给这个侄女。那我也问他了，你这么他不断的开口向你要了一笔又一笔，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吗？那这个叔叔就说，他其实是有曾经有起疑心，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步啊，由于已经给出了好几十万的这么一大笔数目，那到了那个阶段，那个侄女呢又跟他讲说，啊，那笔钱被扣押着，如果要拿回来啊，不行啊，一定要再来多一笔手续费啊，律师费啊等等的费用，才有希望把之前投入的那笔钱拿回来。那叔叔听到这里也慌了嘛，那也只好说，认为自己的亲侄女啊不会这么子的陷害他，骗他这样子。所以呢到了后期他主要是为了要拿回之前已经交出去的那一笔钱，所以才不断甚至是抵押祖屋跟银行借钱，通过种种他可以想到的方法去筹钱来再交到那个侄女手上。谁知道呢，刚刚提到侄女所编织的一大串的那些理由都是假的，就现在那85万连一分钱都收不回啊。唉，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哇，这个真的很难说，因为你说叔叔笨，所以不应该这样讲了哈。但是因为他是他的侄女嘛，所以叔叔本质可能很疼爱他的侄女的这份情，然后呢对他是很好的，
所以就很相信他。然后再加上、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哈、他说哦，你这笔钱被扣押了，然后你需要多一些些钱才拿得回来，这个不就是一般诈骗集团？对，给我的第一感觉跟那些诈骗集团真的没什么两样，就是以你这个第一是以博取你的信任跟同情了，那第二呢就以这种理由，甚至哦，他有自己去伪造一些声称是法庭啊、律师啊那边来的文件，那来骗这个叔叔了。那个叔叔也是说哦，他跟太太两个人其实从小就看这个女儿长，这个侄女长大。之前他有什么问题，包括之前他这个侄女怀孕啊，或者说生了孩子之后得要一笔钱来养家等等，都是向他们开口求助。那之前这个叔叔也没有什么义无反顾的，一直有在帮他了。没想到这次竟然哦，不是几百块、几千块这样子的骗，而是一骗就是好几十万。而且哦，他有提到其中有十万块是从这个女被告的阿嬷那边拿来的。这笔钱呢，是这个叔叔已故的父亲留下来给他的母亲去作为养老之用的啦，就所谓的那个棺材本这样子了。那这笔钱没了，真的连累到除了这叔叔之外，其他的一些家人全部都那个心情很不好受了。这叔叔甚至有想过轻生之类的，不好彩他的太太啊有在一旁劝他支持他，才没有闹到更严重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呢，请问有没有说侄女把这笔钱拿去哪里了？因为85万不是85000哦，你要花其实也真的需要一定的方式才可以真的是把这85万给花完才拿不回来。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呢，因为它是法庭新闻的话，请问现在有没有说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判决，还是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侄女是已经被捕了吗，还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根据侄女的说法，也是在她接受调查的时候有透露的说呢，她是讲自己拿了这笔钱之后全部都已经花光了，包括是花在那些花在夜店啊、喝酒啊、个人开销等等的方面。这是她单方面的说法了。不过呢，这个叔叔听了这个说法之后其实是半信半疑的啦。他跟 Kenny 的想法也是一样，这么一大笔钱，假设他真的是在那个夜店那边花了的话，那他不是在那个夜店成了大红人了吗？你想象哦，一年多当中在夜店花80多万块钱，那可能都变成是一个家喻户晓的那个大姐大这样子的人物了吧。那他也很想知道说哦，他有没有讲究竟花在哪一家夜店，我不如就去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人来花了这么大笔钱。不过呢，除了这个侄女之前我说单方面的讲法，讲那个钱已经花在喝酒或者其他个人开销上面之外呢，那个钱的下落真的是目前就只有这一个说法了。那其实这个叔叔在发现了那些文件上面有可疑然后去报警了之后其实警方以及有关当局都介入调查了，就发现这个女的已经就有涉嫌去伪造文件啊等等，或者行骗等等，那也把她控上法庭。前天的时候，她就已经被下判她坐牢5年半，并且得罚款3000块这样子。三千块哈，底下贴3000块，不是要坐牢5年半呐、这个判决就个人心目中就那个轻重就自己去判断了吧，好吧。这钱当然，因为这个85万也不小，但是钱跟情感上面的欺骗比起来呢，其实往往情感上面的欺骗是伤得更加深的。我觉得叔叔可能在这个层面上面，所受到的影响会更加的大。就像刚才所说到，他连他的阿嬷的棺材本也骗嘛，你知道他的那个内疚之心，如果是自己的就算了，你知道吗？自己的算好咯，我就这样。可是这个钱不是我的，这个钱是我跟我的妈妈拿来，然后给这个，结果就这样子。的确，他就有讲说，这个其实这个侄女跟他的关系啊，向来都蛮亲近的，从来哦，直到那个案件被揭发之前，他都完全没有想过的对方竟然会这样子的，算是设计了一个圈套来骗他的钱这样子。对，所以直到
当然了，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是讲说，哇，我可能日后啊跟他都没有办法再相处，甚至是当然没有办法了，还可能肯定不要再相处，还相处什么？这个亲戚相称这样子。对，哎，有人说85万可以当夜店的股东了，也对，他不只是红人，他可以买一下一间夜店的感觉。有人说85万可以一年在家翘脚，85万不止一年在家翘脚吧？85万，我觉得这个一年八万五，85万的话，对吧？我觉得可以十年在家翘脚。我一天的开销可能10多20块也就搞定。对对对对，我觉得可以翘很久哎，这个脚都翘到酸了，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对吧？这个叔叔也是很惨呐、啊，因为他哦刚好遇到这起骗局的同时哦，他在2019年也失业了。那原本如果刚好碰到失业裁员的话，原本可能会可以依靠自己的一些积蓄来过一些比较清闲的那个退休生活了。没想到啊，自己的积蓄又被骗去，那现在只好啊就匆忙间啊，还要花了7个月的时间找到了一份保安员的工作，那也得继续就辛劳下去，还得要还那笔从银行借来的那个贷款这样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哪怕是亲人，我们也是要当心。虽然这样讲很不好听啊，不过我真的是不知道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结论。真的，有时候，哪怕是我常常在，我就在想说，如果是我的侄女哦，我应该不会借啊。可是如果今天是我老婆跟我借呢？如果我老婆就跟我讲，然后讲说，真的这笔钱哦，如果你没有借我的话呢，我就惨了，就是这样。那应该有，我猜有90%的人都会借吧，对吧？这个99%。好了，大概是这样子了啊。OK， 第三则要分享的新闻是呢，为寿星弟出头，兄弟的这个胸被打还惹官司，罚款2000块。好，瑞明，我相信你这个时候应该可以讲这则新闻了，你试试看，我们看看会不会卡。好吧，那这个也是一起血案呐、啊。去年8月晚上的时候、哦、在这个玉朗西51街501座的咖啡店发生的。那当时呢，有一位叫做谢伯聪28岁的男子，他当天生日，就到咖啡店去庆。哎呀，我的天哪，瑞明。可见大家不用担心，不是刚才那则新闻，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对，主要是我在今天的报纸上没有看到这则新闻，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哎、欸，我没有看到这则新闻哎、欸，在今天的《新民日报》的报纸上面，电子报里面没有哎、欸，怎么办？第16版啊，哦，16版，我没有翻到那么后面去，哦，真的还有第16版。好，我们来看一下，瑞斌，谢谢你今天的参与啊，我们明天见。那个线路可能不太好的关系啦，因为可能外边是没有像外面大太阳啊，刚才有下雨。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寿星公在咖啡店的庆生的时候被殴打，哥哥呢护弟心切，然后持酒瓶赶来复仇，结果呢也被揍。这个兄弟俩呢报仇不成，哥哥反应姿势呢被罚2000元。这起咖啡店的打架事件呢是发生在去年的8月4号的晚上8点10分左右。好，是这样子的哈、哦，这个寿星公呢当年28岁，直接就去年跟4名友人呢在玉郎西51街501座祖屋的这个咖啡店庆生。期间呢，却跟3名酒客，57岁的陈宝志、59岁的陈苏平原，还有53岁的陈永梅啊，这3位都是比较年长的啦，大打出手。案情显示呢，这个谢伯聪就是这位庆生的寿星公呢，他起身点菜的时候呢，塑料的椅子不小心碰撞到另外一桌的酒客，结果对不对？椅子拉起来碰撞到，然后对方就不满了。双方就发生口角，当然这口角的内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这个寿星公在冲突当中呢，非常的生气，然后举起了酒瓶，然后呢，这个其中一位阿叔就拿起了椅子，然后呢，跟手持酒瓶的这个陈永梅呢，开始袭击对方，然后陈宝志呢，就用塑料椅搏。总之就是开始混战了，因为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很多了。总之就酒瓶跟塑料椅打来打去，然后
在该咖啡店酒水档这个工作的这位从同事当中得到，就是这个工作的这位哥哥，他就从同事的口中得知呢，弟弟被打之后呢，立刻也拿着酒瓶赶来质问三名酒客。然后不过呢，以一敌三的他呢，遭后者殴打，就是说他哥哥一来讲说，你们为什么打我弟弟？然后那三个酒客嘛，三个叔叔就哗啦啦啦啦就打他，然后呢，警方不久之后呢，抵达这个谢伯兴，就是这位哥哥就被送院治疗，他的头部被割伤，双手跟双脚都有擦伤，胸膛呢有淤青，拿了三天的病假，支付了246元的这个医药费。然后施暴者呢，就是这个阿叔其中一名啊，早前被判监3年10个月，另外一个阿叔呢也被判入狱4个礼拜，然后另外一位阿叔呢已经过世了，然后呢替弟弟出头的这个被告谢伯兴呢，也因为滋事，昨天被罚了2000元，大概就是这样子。整个事件就是寿星龚庆生跟另外一桌的三个人起冲突，三个人打了起来，这三个人呢，都被罚了，其中一个已经过世了。然后这个寿星龚的哥哥呢，他又来出头，结果呢，他也因为被就是滋事，然后也被罚2000元这样子。然后呢，被告只能一心复仇，没想太多。然后控方指出呢，被告虽然是持有武器，但是未造成他人的受伤，提议罚款。被告求情的时候呢，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并表示呢需要每一个月寄家用呢给在马国的家人。两个弟弟没工作，妹妹也在上学，希望法官呢能够从轻，就是判罚，他也会改过自新。然后这个当法官问他为何案发时要持酒瓶复仇而非报警的时候，他说当时见弟弟头流血，担心他伤势严重，也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才拿酒瓶呢去质问对方，并没有想太多。我能够想象那个画面，老实说，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你要一个人去冷静下来是很难的，尤其是也许他跟他弟弟感情很好，就是那种哥哥嘛，哥哥总是有那种说弟弟妹妹有什么事情哥哥扛的那种感觉。然后可是看到这样的时候，你说打电话好，你站着我打电话报警，往那边打，你知道吗？电视剧才会有的啊。通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肯定第一个反应，你一定会自己本身会做出一些反应，对不对？当然你可以很好的控制你自己，像他这个情况就是他没有控制好他自己的情绪，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得到了他自己应得的惩罚。但是呀，对啊，我觉得也是一起挺难过的新闻啦，这样看起来。然后我看一下，对不对？有人说已经想不到了， can't think too much。 对，我觉得 当下真的，如果是我想象是我的话，我应该不敢拿起酒瓶啦，不过我可能也会在那边大声喂怎么了，还要吓走他这样。然后 同时间 打电话报警。我看一下，阿叔仗人多欺负人，酒后闹事。I think Rimin must go office for live report news。我觉得是。我看一下，椅子轻轻弄到另外一个，然后就打架了。哇，我的天哪！瑞明的帅气滋扰了网路啊！哇，我觉得你这样侮辱我咯，意思就是我不够帅啦，网路很平稳的，现在从头到尾没有停过咯。我真。不是，那个今天老是卡住，那个瑞明无奈无奈，无奈我还好，我只想补充说明一下，我手机的网络是 M1 的，真的好无奈，不要这样子，不知道跟这起事件有没有关系，啊、我已经气到不怎么理智了。对，这不代他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啊，我们跟 M1 对还是有一点血缘关系，现在所以不敢太不太敢说 M1 的话。谢谢你。谢谢你做了我下午的工作。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对啦，非常感谢瑞明今天的分享。好啦 thank you 瑞明，谢谢大家。来，不好意思啊，今天拜拜。没事没事，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联网报分享的三则新闻。首先第一则，怀疑呢不满对方指导，火爆男呢刀砍女同事。然后呢，第二则新闻要分享的是说，清洁公司老板跟三人追打一个员工，法官说四人口供有出入，这个伤者的供词呢可信。第三则我们看到的是呢，前高管车祸毁容，脑损获赔1366万元。让我们来欢迎婉瑜。有这样需要这样夸张？要要要，我们今天要夸张一点点。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看清楚头发有没有？有没有？除了头发之外呢？
哦，可是我已经卸妆了，所以看不出来。今天呢，我们几个，我跟你讲，今天立敏应该来做抢先的。怎么嘞？哇，立敏整个樱桃小丸子哦，今天，你看里面那个笑得那么开心，他我们太化妆了、啊，对，对不对？想不想看？等一下我们带摄像进去直播，有。哎，我没有拍到他后来的样子。不忍心，不是啦，没有啦，我没有拍，但是他有放在 Instagram， 他说不可以笑他，对，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嗯，啊呀，因为呢，抢先呢，五月四号就下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庆祝我们迈入第1000集了，嗯哼，我们已经做了1000集，所以他要试妆，没有，我们不是，我们今天拍宣传照，哦，我们五个主持人拍宣传照，然后立敏啊，五个，就我立敏啊，雨婷，然后还有西爱。不可以讲啊！哦，不可以讲啊！是不是？哦，你们没有听到啊、哦、？Sorry， 为什么不可以讲？我不知道不可以讲啊！没有人跟我讲 embargo。哎呀，你们应该要出一个新闻稿写 embargo 嘛？三个而已啊，三个，对啦，就三个嘛，对嘛？你真是聪明耶！你为什么不可以讲？我不知道。OK，Anyway， 然后呢？今天我就稍微去搞了一下我的头，就是有人来弄了一下我们的头发，哇！可是我已经卸妆了，好像一样啊，有没有差别啊？牙齿有没有发现我牙齿很整齐？我跟你讲，之前呢我就跟你去矫正对吧？不是，之前我这个牙齿呢其实裂了，嗯、就是它坏，就是裂开，所以我每次笑的时候都用。你哪里有这样？明明就笑很大，好不好？没有，我就哈哈哈哈，然后把我的门牙盖住，但是现在我可以很开心这样，哈哈哈哈。这样子，因为我的门牙补好了，我就很开心，所以接下来宣传照呢会很好看。五月四号当天，我们有上万元的奖品，上万哦 $10,000 worth 的奖品要送出去，所以大家要看 ，Unis 一定要看 ，Unis 每一次看我们的节目，每一次都赢奖的嘞，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的。哎 ，Unis 是不是我们的同事啊？不是，不是 ，Unis 不是我们同事，另外一个，就是里面有一个是我们同事，可是不是，不是，不可以。有人说不可以讲哦、oh, ，sorry sorry， 立敏总是浓妆淡抹总相宜，嗯，浓妆不可以啦。不过我们，哎，我们所以我们五月四号当天还会化妆啊，还会弄头发是不是？哦、oh, ，敬请期待各位亲爱的朋友，哇，立敏那个樱桃小丸子又来了，到时候有人家磕他的头发，怎么你知道？因为樱桃小丸子是磕头发的，对不对？很可爱的，我跟你讲，你们很坏耶，这样转，应该就只有我而已啦，他们只是笑嘛，我讲的嘛，OK， 好 ，So anyway， 那个下星期啊，五月四号一定要看 ，OK， 到时候会是哪一位记者抢先我不知道，可是就是我们几位主持人都会出现，我差点又讲出来，我们几位主持人都会在现场，然后跟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抢先一千的庆祝 ，OK， 我们当天的重点不是新闻，是送钱，送礼物。对，我们只是分享大概半个小时新闻之后就一直玩了，我们就开始在那边聊天聊天聊天，然后就送奖送奖送奖这样。OK， 真的 OK， 好，我们可以正式进入今天的晚报的新闻分享。谢谢。婉玉有一个很不耐烦的样子。我没有。他有，他就那种。我没有。关我什么事呢？这样。好了，我有报告写。好，第一则你说，不然我帮你分享喽。另外两则。哪里可以这样？嗯，有两则是在第二版的。OK， 我们先讲那两则在第二版的。你要哪一个？我先讲那个清洁公司的老板。OK 了。我们来看一下清洁公司的老板呢，他跟三个人追打一个员工，老板说他非礼我的女朋友，然后员工说抽烟顶嘴被打。这个东西有点小长、哦。有点小长。对，有点乱也是。嗯，我很久没有看到妙婷耶，我看到他名字吓到我了。法庭吗？他在。嗯 ，OK， 嗯，我以为他走了。OK。OK， 好，来，然后等一下，我看一下事发。事发时是2017年，然后，嗯、就是那个新闻头是这样讲啦，就是写说，就是一个四人打一人的一个 case，嗯，但是他们在这五个人在呈堂供证的时候呢，给的口供都不一样，嗯，所以那四个人讲的当然都一样的啦，就是打人的那四个人，他们是讲说，其实事发当天那个被打的男子呢，他是听到他的女友。Sorry， 就是这个老板，这个清洁公司的老板、嗯、听到他的女友在办公室上面大喊，嗯，所以他就跑上去，连另外三个是他的朋友就跟着来，嗯，然后就看到这个员工、哦、他的员工就是在非礼他的女朋友，嗯，
这是他们四个人的公证啊，所以 that's why 他们才会围攻他这样子。但是那个被打的那个员工就说，其实不是这样，是当天他抽烟，在老板面前抽烟，然后他的老板不爽他抽烟，所以就打他这样子。所以两个人讲的东西就是很不一样。对，但是因为法官在听这个听审的时候是有讲说，因为这四个人不是说，被打的那个人就是非礼他的女友嘛，但是那个女友这个关键人物没有出庭，就是作证这样子，就是没有算是没有帮忙他们 verify 这样子，所以没有办法。为什么？有没有说为什么？有没有问到这个问题？没有，就是辩方没有，就是没有招供，提出对， okay. 就没有提出要让那个女友出来这样子，所以法官是觉得这个有点疑点啦，就是没有办法证实说到底真的有没有非礼的这个东西，因为当事人并没有出来说对我是被非礼了，对，就是没有办法证明。另外是说，因为当时事发的时候，这个保安就是那个公司的有个保安，就是有听到一些争执的东西，所以他就有上去查看，然后当时这个他是有形容说，那个老板没有报警，然后还打发他走这样，所以就是如果你的女友被非礼的话，你应该是报警处理，因为当时他也是有解释说他围攻这个男的时候呢是要抓他然后报警这样，可是保安上去的时候他打发他走，然后而且还没有立刻马上报警，就是有点出入。然后另外他们那个法官也觉得荒谬的事，就是就是因为那四个人说他那个男的非礼他的女友嘛，但是整件事情只有那个员工被打而已，就是另外四个都没有被打，所以就是受害者只有一个受害者而已啦，就是一个受伤的人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有点不合理这样子，所以法官其实是裁定他们是罪成的，但是这四个人是否认，就是有罪，所以他们就打算说上诉这样子啦，对，就大概这样。如果只是仅仅因为抽烟，然后老板不爽，然后另外几个人是为了要泼老板，然后就一起参与打人，因为很好玩。这件事情也太轻率，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好像其中好像有点，一定是有东西的。因为抽烟不是一个，你知道吗？如果他是这样抽烟，怎样？我说呀，然后他本来就不爽啊。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原因。这基本上有一点像是霸凌的那种感觉，就其他人霸凌这个腿。一个员工，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了，而且他们也提出上诉了嘛，接下来可以听听他们的一些供词喽。荒谬。但是感觉法官是比较倾向于听那个伤者，对，觉得比较可信啊，因为他讲的比较有逻辑性吧，应该是这个意思。OK， 好，这则新闻就讲没有了。好短啊。好短，对不对？可以去写稿了。好了没？第一则结束。我怀疑是他选的，故意选短短。然后第二则新闻同样在第二版的新闻是哪一则？然后是亮鹅的，还有去现场。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这个鱼丸汤的这个摊两员工爆冲突，然后呢不满给指导，然后呢批评，然后火爆呢拿刀砍女同事逃，资深的女员工颈手受伤，33岁男子呢4小时内被捕。这个是挺怎么讲啊，挺有情节的啦。对，因为就是两个人的纠纷是一男一女，然后是女职员跟男职员，然后他们两个是同事的关系。所以发生在昨天差不多4:30的时候，所以是两个人都是鱼汤的摊位的职员，所以这个男的是比较后面才来的，就做没有几个月而已，可是那个女的就比较资深这样子啦，所以两人相信是因为那个女的可能在旁边就是有些就是有在指点他啦，哎，你应该这样子煮还是这样煮啊，连那个男的不爽之下就是拿刀就是砍他这样子，简单来说就是这么的
简单，但是他难道是第一次一讲他哈他就生气吗？还是其实他也讲过他好几次？不知道，他脾气本来就不好。哦，他还脾气不好。男的脾气不好的。OK， 好。对，所以所以不知道他有讲过他几次，应该是有讲过的啦，嗯、对吗？等下可能是有心生不满了啦。等那一天他可能又整个来，你又在讲我，他就不爽了，就拿了个菜刀这样子砍他，而且砍得蛮够力的，就是那个他的那个颈项那边好像四五刀这样子。嗯，然后这个女的哈就立刻马上跑出去，然后求救。他就跑去那个旁边的烧腊摊这样子。烧腊摊的刀更大把 ，sorry， 我不应该笑，但是更大把吗？哦，对 对， 对，烧腊当然是那种鱼汤的，不就小了？那个烧腊当然是那种，对对对对对，要砍那个，对，弄断那个骨头。来了，你来，你来，大的来。对，然后他就跑进去，不是他跑进去，他就是跑去求救。然后那个烧腊摊的老板就是有看到，然后那个有一个女的职员也是快点叫他进来那个档口。嗯，然后那个老板就拿那个桶哦，就是挡在那个摊位前面。嗯，然后那个男的就是还是继续拿那个刀要追着他，在后面追着那个女职员。然后那个老板就讲说，就是挡在那边，好像要保护那个女的啦。然后那个男的就可能想一下，就是有绕了两圈就。丢掉那个刀就走掉了，哦、很有型，很有画面感来，就在那边就，嗯嗯啊，对对对，还瞪那个女的这样，瞪，然后就讲说 OK 算了，就这样，嗯，就逃走这样子 ，OK， 对，等隔了差不多四小时，那个警方才逮捕啦，抓到那个男的，就是拿到那个 CCTV， 然后看可能看他那里跑这样子，嗯，对，等他跑，他其实。不在的这四个小时也是有一点小东西的，就是他应该是有租房还是什么不知道，但他的室友就是因为警察就是有上门去，嗯，可能收证还是什么的，连他的室友就是知道这件事情就立刻打给他，连他还有接，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其实在附近的公园，连那个室友就是有劝他来讲说，哎，不然你就自首这样子，可是对方可能好像。没有那个意思啦、嗯、不过最后还是给警察就是在附近的 bus stop 就是逮到、嗯、然后就 抓走他这样子嗯嗯，然后对他们其实相差两岁，那个男的33岁，那个女的35岁，嗯，对，然后本来我没有访到那个女老板，就是请他的那个老板啦，他是讲说其实那个男的、哦、他脾气本来就不好、嗯、他想要吃掉他的，嗯，对，可是就是哦，那个被砍的那个女职员就是有帮他说情，就想说不然你就留下他这样子，忘恩负义，噔噔噔，天哪！就没想到他还自己被砍这样子。对，好，就这样子啦。所以现在被捕了，然后就这暂时是这样子。对，这个男的也没有说他为什么砍他，就很明显就我不爽，因为他一直念我，念到我很烦。对，是不是男人的尊严我不知道。不是 ，I mean， 我觉得这个不是尊不尊，也不是男人，我不能说他完全不是，但是他砍人这个举动肯定不是因为他是男人，跟他是有男人的尊严，所以他砍人。我觉得他这个是情绪管理不好，对吗？对不对？如果他有尊严，他也可以发脾气，他就讲我不干了，然后把那个刀丢在地上啊，为什么还要拿那个刀来砍人呢？或者他们之间有些小东西，嗯，他们可能在聊的时候聊，你相不相信我拿刀砍你？你在骂我，我就拿刀砍你啊！我就是要讲，你这个汤呢也可以这样煮的，那就好，之类的。好，这是我们自己扮演的片段，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吧。Yeah， anyway， 有人说到 average， 有人说重点是，请问鱼汤好喝吗？有一些有人反映说还好，非。可以讲吗？讲说还对啊，他的那个 brand Fatty Wing 对不对？要是好吃的、啊，没有他讲还好，嗯，他讲 taste average two stars， 这是我们的网友的那个啊，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啊不是我讲的啊，我没有喝过啊，他在 Bukit Batok 的那个、啊、这个 brand 啊，大家可以讲讲看，可能好喝的很难说，我不知道。OK， 好，这是第二则新闻。OK， 第三则。我妈讲的 ，OK， 法庭骑脚踏车呢遭汽车撞上，这个银行前高管的头重创，司机呢需赔偿1366万元。我看到这个新闻，其实我有点害怕，因为抢先结束之后呢，我就要去骑脚踏车。你不要在路上骑可以吗？我最讨厌这种人。没有不，
没有没有，我会在那个公园连道跟人行道那边骑，但是还是会害怕的吗？不要在马路上。没有在马路，就是公园连道 PCM，但是你还是会过马路的吗？偶尔就过一些红绿灯啊什么的话，还是会的吗？不要太快，不要太慢，这样咯。你刚刚这句话有讲的没有讲，我就叫我小心的意思啦，我会的咯。我觉得这个高管也是有小心的啦，你难道他没有小心吗？对吧？还是不要骑？这不可以，我要做节目，可以跟我老板讲一下吗？可以不要，天气不是很好啊。好 ，Anyway， 啊，我们会有一个新系列的节目，明天会推出第一集，顺便打一下广告。反正今天我忘了准备我的三分钟，所以我顺便忘记拿来。其实我有准备，可是我忘了拿来，在我的座位。Anyway， 明天会推出第一集我们的新节目。然后是跟脚踏车有关系的，所以所有喜欢骑脚踏车的朋友，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没有骑，可是你骑最近蠢蠢欲动，你看到很多的朋友在骑，很多的那些照片分享，你也想要去试试看，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明天 ，Oh my God， 第一集好看。你穿降骑啊？没有啦，我没有穿降骑，我等一下会穿非常很紧的那种。对，你什么表情？烦不烦？是。好。我们来看看这则新闻，这蛮悲惨的。我越读越觉得，哇，这男的也有点惨啦。OK，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昂摩来的，他是有那个双重国籍啦，就是德国跟那个瑞士这样子。然后事发的时候是2014年，那这个男的其实他是很厉害的，他很会赚钱的，是在一个可能知名的银行上班，是主管这样子，所以他月薪其实挺高的，有差不多36万这样子。但是事发的等一下，月薪什么？36万，对啊，哎，年薪月薪36万，吓死我了！他是什么情况？他一年就赚好几百万的人，年薪36万，也很多了，也不是说很少啦，就一个月3万多的意思。对，等这样算起来啦，那个法官就是在想哦，如果他没有事情的话，这样子如果这样子一路这样升的话，他其实月薪可以变，年薪可以变80万的，所以是挺有。就是赚钱，很会赚钱的一个人，对。所以事发的时候，2014年哈，当天他其实跟同事一起去骑车，等下的同事其实就是骑在前面，然后骑在后面啦。然后那辆车哈是停在他的后面，等那辆车其实那个司机呢是要看要换去中间的车道，他就转的时候就可能要看那个盲点的时候就没有。又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所以就撞上他这样子。老师他其实就是头部啦，他头部其实重伤这样，然后开了差不多5次的那个脑部手术。因为你知道头脑很重要，所以他被撞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导致他的那个除了面脸就是有点脸瘫对吗？他也是他的那个。组织能力也是变差了，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工作了啦，就是认知能力就是下降这样子，受影响。对，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工作了，所以导致他其实未来就是也不能够再继续工作啦，所以他其实损失很惨重啊，可以这样讲。Then， 所以法官其实认为呢，那个这个司机的疏失哈，他必须要赔偿他180%的那个损失，所以这样子算上来哈，就包括他的那个未来的那个薪金的那个考量啦，还有加上他的那个未来的医药费这一些，其实算起来就是也需要赔偿他1366万元这样子。一年的薪水原本是36万，10年就是360万。然后20年的话呢，就是大概720万。刚才我们说的是1000多万，这个还没有加上他的手术费等等。不过我觉得大概抓个，就是说你要去帮助这个人生活20年，对，然后再加上就赔偿他20年的损失，再加上那些医药费等等，就大概是1000多万。但我有好奇，就是这个司机怎么赔？他司机也很有钱， okay， 但是司机的那个身份好像没有什么公开到啦。不过有讲到他其实2016年的时候是有承认一项那个疏忽驾驶导致严重受伤这样子，所以他当时已经是有被判罚款5000块跟吊销执照了。等现在这个可能是续审，这样就是继续在审理这样。这么你的脸上有点疑惑？不是，我就在想说一个正常他不要说他有钱了，哪怕你已经是一个有钱人哦，你要赔一千多万。千万富翁呢？
你必须要是一个千万富翁，你才可以付得起1300多万。sorry， 有讲到他的那个职业，他是项目经理 ，project manager 咯。我们这边很多项目经理的，没有千万的啦。没有啦。我觉得很多正常，哪怕是有钱人，千万真的很难，除非这个东西保险会有所，但是应该也不是，因为他是个人疏失，保险公司应该也不会哇。很多钱哦，他自己小心。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的是开车还是谨慎一点。对对对 ，I mean， 当然导致他人有什么问题，就是可能也不好啦。但是重点是现在这个，哇，有人说比中大彩还多好多倍。他真的是需要中大彩才可能真的。也不一定可以赔得完，你中大彩，如果你中个100万呢，这1000万呢，10倍嘞。你要中10次的100万呢、欸？每年好像的那个新年红包呢？呀呀，那个才有千万红包，对哇。对，然后其实这个这个被撞的这个伤者哈，他也是蛮惨的，因为他的梯子其实月薪也蛮可观的，就是9000多块这样子。嗯，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他必须停工，然后他就是照顾他的那个丈夫，受伤的丈夫、嗯、还有他的孩子，因为孩子还小，10岁跟几岁啊，4岁、哦、10岁跟8岁，所以那个1000多万还包括了他的妻子的损失，而且他妻子的损失也不小，一个月10000的话，一年就是12万，10年就120万了，20年就240多万了、嗯、而且现在4年后他才开始工作嘛，对吗、嗯、然后他的那个薪水哦，就是一半，9600块的一半这样、嗯、就是降低很少很多啦，然后好悲惨。对，不过 I mean， 当然至少这个被撞的他有获得了金钱上的赔偿，然后生活上面可能有，但是你说他有保障吗？这个钱也不能从哪里来，因为那个被判罚款的人也必须要付得起啊，不然的话你就我没有钱了，你要怎样？我宣告破产，这个钱就没有怎样，对喽，这个钱就他还是拿不到这笔钱，这其实是法律给了公正，所谓的公正，但是其实最后两边的生活其实都受到了影响。欸，他的那个容貌很修复的不好，就是不还是目前还是不对称，很难的啦、嗯、这种其实是后期需要很多的时间去慢慢的修复。 OK， 好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新这个晚报分享的三则新闻来。 OK，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非常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TM Lewin， 在过去的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呢，赞助我们的衣服，明天我还是会穿，因为他赞助的人是到4月底，所以提醒。非常感谢我们的电脑赞助商 ASUS， anyway， 5月4号当天会是我们的抢先看1000集，记得了，我们当天会有1万元的奖品要供大家来，就是赢取的，来挑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当天要锁定。接下来几天可以锁定一下，可能可以，我们可以会透露一些新的线索啦，游戏的玩法啦，立敏的新的照片啦，应该不会啦吧？哎呀，哎 ，actually 可能会哦，哎，可能会耶，因为我们刚才有录了一个宣传片，我们是妆发完整的去录那个宣传片，然后就是那种倒数3天这样，我的是倒数3天，我不知道立敏是倒数几天，哇，敬请期待了，各位亲爱的朋友，雨婷也是 OK 的，那另外两个人也会曝光啊。不是这样，你不要再提了。哦 ，sorry， 不可以，没事。对哦，没有另外两个人。我的意思是，雨婷跟立明的妆容就会曝光。雨婷就很像结婚这样，刚才走过的时候，哇，像新娘子拍宣传照，有没有那个头发？有没有大卷？有没有？哇，那个风吹呼呼呼，哇，真的，她穿白色就真的结婚去了。OK， but anyway， 记得5月4号锁定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婉瑜，谢谢，谢谢，拜拜。